轻吹过，寂寞吹无人陪，在短风中啊，随风飞。非常欢迎许富凯来个波导连播吧。大家好。好，小凯，今麦咱们进行台语的快问快答喽。每节台播抢到五秒钟内底用台语回答。Oh my god！ 准备好是未？开始喽！来，张仔去几点起床？张仔去啊，十一点。请用台语为十点到一。这两张是我那是不搞错。从十念到一。啊，九十九八七六五三四五四五啊三个一个好。目前为止，你做过上该讲的一件代志是啥物？就是你放屁。你的故乡在倒位？岐山。请用台语讲出三种岐山的名产。金蕉，然后小鸡啊，那个臭豆腐。小鸡是小吃。啊、最近上个感动的一件代志是，看电影。唱出几条歌来，都有地名的歌。啊哈！哎啊！好来，小凯，今麦心情是啥物？我刚心情真歹。我刚心情真歹。歌坛当中，你上好的好朋友是啥物人？曹伟。请唱出几句伊的歌。你袂记伊的歌名？没错。小凯，请用台语讲出五种的美发器材。美发器材是啊，冲击、软啊、够上，加刀，然后算了。机器人上爱骄傲的才华是啥物？唱歌。你的粉丝专业全名是啥物？许富凯 ，Henry 凯，孔富凯。用台语念，口呼开 ，Henry 开，请清唱你过去专辑当中任何一条歌的副歌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罩被，为你看做冬天的喜白花。最后，小凯有啥物话要甲所有朋友讲无？今仔日呢，大家当作看笑话吧，看笑话哈，欢喜的话。谢谢小凯。梦到半边月。